给哥都整焦了，滑杆了。对，要看看这个五号在十二跟十五之间缝隙啊。好的，先看二，二号有下打进。白球好的球员，担心角度有一些难啊。在前面交面没问题的时候，那他就在这牵制对手。没错。哎，下点低杆啊，别顶酒啊，滑过来。第14局，唐明晓胜，比分7-7。